来啦，来啦！你干嘛？你怎么来了？吃饭，晚饭，快点！啊，你是来给我送饭的吗？来，送饭。啊，这里。买了什么？你少吃点好吗？好。一点点，我走了，那边很忙，拜拜。拜拜。早点休息啊。好。是吧？好。我还以为他是来叫我去吃饭的，原来给我带了饭。我看一下吃什么，回味鸭脖的袋子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菜呀、啊！噔噔噔噔，嘿，嘿嘿嘿嘿嘿，哇，热气腾腾，哇，好好吃。口水都流了，这个是盐菜，这个是胡萝卜和肉，这个是那个包菜，嗯，好吃，再配上刚刚小胖买的那个萝卜皮，胃口俱佳。开饭喽！哇，我觉得好好吃啊。还别说，我的胃口还挺不错，我倒还没有出现说特别强烈的反应，反正每每到吃饭的时候都非常胃口都还可以。想不到我现在就开始在家坐月子的日子了，我感觉小胖买的酸萝卜，因为我们当地有很多那种泡菜店，这个萝卜皮很好吃。嗯，特别脆爽，特别下饭。嗯，是不是觉得看我吃饭胃口特别好呀？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嗯，本来小胖是想进来吃几块萝卜皮再走的，无奈刚到门口，然后把饭给我，然后爸爸就打电话给他了，然后他就走了，说很忙，蛋糕店特别忙，要他赶紧去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看我吃饭是不是特别有食欲？你们都会多吃几口的。